不好意思，这位大侠，这位大侠，请问这位大侠，干嘛？你是划船员的？你不说今天是要造船吗 ？OK 的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呀飞。怎样？是一日造船工作人员，造船厂，我们今天要来船厂，这是第一个点。第二点是，我们的观众基本上都是80后的，你说造船都没有人认识，是吗？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不该唱《我是一只小小小鸟》。为什么？因为与实情不合。你刚才动作，这个动作再来一次。好，不错。请问一下，你的裤子是人家赞助的，是不是？这是牌子不能撕掉，你裤子要还。请问这是什么？没有，我刚刚。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请问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刚刚送洗的时候，那个标签没有撕下来，不好意思。你这条破裤，你还要送洗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，无聊的东西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。来，我先请你差不多要换装准备一下，我们今天要当一日造船厂的员工。这白小伙子是先化妆，化妆，他跟你无关，化妆。我是先表示很高兴，化妆，化妆，化妆，快点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就坐，化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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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化妆。你来了吗，茉莉？我是问他说你来了吗？他知道。你来了吗？他是。哎呀，化妆，化妆，整个情绪都没了。哎，我刚唱一首歌，我是一只。我应该唱。Come on, me, come on, me, come on, me, up to the light. Come on, me. 哎，不用走，就在这里。这样好吗？还跟我们没有要换裤子，不用担心。茉莉，你看我这边已经长出尸斑。他说：“哎呦，哎呀，这是俗称的老人斑。”卡莫莫梅，卡莫莫梅，你们看过卡莫梅？卡莫梅到底是什么？卡莫梅就是海鸥。哦，海鸥，海鸥怎么叫的？对不起，这是卡通。啊啊啊！哎、啊，不，它声音比较高一点。啊啊！然后那个猫头鹰怎么叫？开始留这个发型。哎哎，对对对，你访问我。嗯。其实我留这个发型应该也留了2年多。对，你觉得我这个发型留了什么？有点过时，对不对？有过时吗？因为之前很多人留。之前很多人是看了我留的，他才留的，好吗？哎，你继续访问我。你为什么要问我？兴趣是什么？兴趣什么？兴趣我没什么兴趣。跟我一样。哦，这个好合。怎么会？那你平常都做什么？平常都没做什么。
你也是这样吗？我平常很耍废，我都躺在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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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好喜欢躺在床上，那我喜欢躺在床上是怎样？我不能躺在床上吗？我好喜欢，还是我们一起躺在？你现在这个年纪也是要到交男朋友的年纪，是找老公的年纪。对，找老公的年纪。那你会找老公还是找老公公？老公先不要，这样没有力气。我都没有力气出去玩。Come on， 好有力气。Come on， come on。嗨，副总好，副总好。小谭，你好，欢迎。那今天要麻烦你了，我是一个社会新鲜人，我那个什么对照很有兴趣。请坐。谢谢。副总好。你好。你叫我小谭就好了。是。实不相瞒，我今年才24岁，大学延毕两年才毕业。副总您贵姓？我姓陈，陈副总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像造船这个行业哈，对很多的社会新鲜人来讲，可能比较陌生一点，对不对？那您是怎么样从事这个行业，而且今天做到副总这个地位？就是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，我从小你们家就是造船厂？对啊。哦，卡内莫奇呢，我嘞，十贵，哇，厉害！以造船来讲好了，我们台湾可以说是。也算全世界前十大，但给排名的话，应该对。从2013年的时候，我们全盛时期有到第3、第4名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全球第6名。对啊，都很厉害，80尺以上。80尺，不好意思，80尺大概要多少钱？现在这样子，400多万美金，1亿多。小台副总对你太好了，你的感觉像是一个主持人，你好像不是一个新鲜人啊。对，哦，对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那个报告，我是一个新鲜社会新鲜人，我只是想问说，如果我以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话，很冒昧的请教，我如果就能够投身在你们的公司，我一个月可以有多少钱？如果你只是坐办公室的话，可能啊，就是一般大学的基本。2.2K。没有，我们没有那么还没有。不是，超过。真的。我们应该最起码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应该是2.8。哦，可以坐办公桌就好，对吧？然后一日一休，现场真的吗？现场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就是会稍微高一点，因为我们为了鼓励说年轻人他们可以走入传统产业，是，而且是制造业。请问，如果说我可以去从事外场的工作，我现在一个月可以有多少的待遇？应该最起码都有3万，所以最因为很辛苦，我必须要讲。那请问有包吃中午饭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福利？有吗？我在保奖中岛屋。没有啊。请问，包吃中饭以外，有午休睡觉吗？我们早上10点到10点15分有一个休息时间，下午还有一个3点到3点15分。啊，中午可以休息一下这样睡觉？我们中午是12点到1点，还可以午休吃饭这样。这是一个什么新传统？但是这样就没有年轻人来啊！真的吗？对，来了，然后一个暑假就走了。哦，那走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们不想这个产品。他们觉得也许有更好的行业吧。如果说是我们从基层干起，我要多久才能够出筛变成师傅级的这样？应该是这么说哈，我们船上就好像盖房子一样，所以船上有好几个工种。玻璃纤维啊，化工啊，然后再来就是油漆，再来是水电，水电啊，对，还配水电，然后铁工，还有木工，都分得很细耶。是，如果说我有一天出差啊，我的月级有多少？那我可能就让你承包啦。我的未来不是梦。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我可
人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工作我发包了多少钱，那我就全部让你承包，你还可以带师傅啊。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，跟着希望在动。这是一个很有愿景的工作，你自己当老板，我觉得 OK 的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像做一艘船大概时间要多久？从接到单子然后再做。 OK， 这要看哦，设计图已经确认了，然后我们是从开模开始的话，以我们现在目前生产70英尺，等于是27公尺以上的这种船型的话，如果没有模具的话，从模具开始的话，大概一年。那如果说它已经有现成的模具了，根本7-8个月就可以了。比方说这个就是重新开模，它是从木头开始的一个模具嘛。那边 FRP 这个模具，这个就是已经有模具的。是是是。对。哦，这样相谈甚欢，我现在。可以试用了吗？你马上啊，去吧。真的吗？好，我现在呢就要来找我的师傅了。师傅好。哎，你好，请问师傅贵姓？我姓邱。邱师傅在。那这个我是小台，那我今天呢是第一天上班，请你交代我要做什么东西。从船头打蜡打到尾。我来第一天比较不熟悉，所以我第一天打蜡先从船头打到船尾。那如果我以后熟悉，我以后就是整只船我自己来做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面积有多大，先看一下，从船头打到船尾。其实像我们汽车打蜡，它可能就是为了好看嘛。这个船里面这样打蜡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我们打蜡下去的话是方便。哦，打蜡是为了脱模，并不是为了美观，也是有清洁，有清洁的作用啊。阿内有了解不？差不多行，不了解，不了解你看就知啊啦。师傅，你现在示范打蜡一次给我看。我们这个啊是临摹蜡，临摹蜡。三星蜡是不是也是从宜兰来的？因为宜兰有三星葱。三星葱没有。喂，哎，你看，我觉得邱师傅可能还不错 ，OK 的。我们好，要打蜡螺旋状，我们现在螺旋状重复重叠的。哦，了解。上蜡以后再把它擦干净，这样。对对对对。那是打一块擦一块，还是说整个全部都上完以后再来擦？上完的时候，因为它干掉，它就不好擦。啊，了解了解，就打一下擦一下，打一下擦一下。谢谢师傅，了解。这边需要有点怕。我不怕啊。拍拉久。他现在站在一个需要平衡的地方。我不会怕啊。你 OK 是？我不会怕。完全 OK。我 OK 啊。那上面有污渍，一点一点的要把它擦掉吗？不是，来。给你看，哎，看你是从左至右还是从右至左，哎，要均匀。了解了解。哎，真的有蜡在上面呢。对啊。哇，好亮哦！我跟你讲，在锻炼的时候，还好平常有在锻炼三头，我跟你讲，手真的有够酸。这样子一盒能够打完一整船吗？不行，大概要打到几盒？我要打到可以喷气的话，至少要。哎，这才降，我要打到7-8盒。啊，小白啊，哎，把这边啊，哎，从头擦到尾，擦完的时候就可以休息吃饭。好，就是这一块，从头擦到尾，然后休息吃饭。哎，对对对，师傅，师傅，你人真的很好，谢谢谢。啊，你今晚没什么？啊，忙我的，啊，忙你的，好，谢谢谢谢师傅，辛苦你了，来，这一块忙完就可以吃饭了，要用7-8盒。哦，啦哩啦哩啦啦啦。我终于刷到船头，啊，哇，哦，船头为什么要做的尖尖的？啊，哦，哇塞，呀，斗气来起，我的天！假的。
假的。师傅好。你好。嗨、啊，包师傅，请问师傅贵姓？我姓陈。陈师傅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我是新报道的那个新鲜人小台。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我现在要跟着您在旁边学习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啊，这个车型就是我比如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，老表还那咚咚咚咚咚那种车型，这里还要装一个车叶，才能装车叶。Penny Pella， 那 Penny Pella 那个在。对。好，阿龙，跟你学习，谢师傅。好，行，好行。现在我们等于就是要看到这一颗引擎哦，整个要进到船舱，对，然后跟这个大轴连接在一起，对，永勤最厉害啊，来，慢，好，等一下啊，来，我们这个啊、哦。往后移一点，我们大概啊，这个哦，因为我怕它跑掉。前面来，还可以动啊。哦，有了，好，有了。它这个很精密，跨的都非常精密。现在这个引擎也弄好了，然后呢，大轴呢，等下怎么推上去，现在锁好了 ，OK 了。变成这样，放下。我看你变成哑的。好，现在我看到这个引擎是里面的引擎，还是这么大一个？谢师傅。好，你好。好，我再到别的单位去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放下。好，放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刚刚现在看到的这个现场哦，其实就是像刚才在砌大楼一样，然后在盖大房子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这艘船已经盖了一半了。那成品是怎么样？我现在带你们出去外面看一看，八九个月以后就是外面的那艘船的样子。OK， 走。Yo， check it out。OK， 刚才我们在那个船舱里面啊，你看到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你感觉不出来那个船它是什么样的形状？它因为它还在盖嘛，真正的成品的船就是这样。噔噔噔，就是在这艘船的船舱的里面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周围，它很明显，它就是可以载客的船舱。那到时候他们就会，应该是会成为澎湖的观光船。现在的船晃动非常的剧烈，跟我们上船前船长跟我们讲的相当不一样。船长说完全不会晃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扇门呢，里面应该是商务舱。我们来拍一下商务舱，商务车厢。船长，我访问你一下。像我们刚测试啊，就是像是在测试汽车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比如说我刚刚看你在测刹车啊，旋转，对，啊，急速停车，哎、对。我知道登陆全速，是船的全速。所以船长，我们今天这样子整体来讲，这样算顺利吗？很顺利。这样是算顺利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时间，船长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船长平衡感真的很好。
море улыбок и море желаний. YouTube 影片前五秒很重要，让我们继续关掉，关掉，看下去，关掉。你不要那边学圣祖如，这梗他已经用掉了，用掉了吗？用掉了啦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哎，我现在呢已经全副武装都弄好了，我现在要去跟船长报道，我要去洗船。船长好。你好。因为我看来看去，我觉得你长得最像船长。请问一下老船长，那我们今天要去洗船，大概船多久洗一次？船是差不多一个礼拜最少要洗一次。哎，稍微脏也要洗。哦，那这个船不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太脏的话，你看起来就不舒服。哎，可是我的车子差不多两个月洗一次，我看起来也是不太舒服。因为船一般都是白色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洗船。对，那可不可以请你介绍，帮我们介绍一下？好，这是我们的万国籍教练，是是是，帆船的船长，他是欧力。欧力，哦 ，Jeffrey， 哦，哦 ，Nice to meet you， 欧力，哦，哦 ，Yeah， where are you come from？ From Holland。Holland， yeah， good， I like Holland。And Howie， Howie， 哦，Howie， 是马来西亚的，马来西亚了，哦，马来西亚是自己人的吗 ？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okay， let's go。我现在在的这艘船呢，是已经有30多年了，大洲船舶公司的第一艘船。你看以前的船，到现在还是这么的坚固，还是很漂亮。现在我要进到船舱里面去看一下这个30多年的一艘船。看这边有个行李柜放在这边，然后还有洗手间马桶。然后这边可以聊天，可能以前就可以看个电视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个炉子，可以煮点东西。然后在里面可以休息，躺一下睡一下，不错。哎，船舱里下面底下比较晃，而且有那个密闭的感觉，因为对不对？密闭里面让你更想晕。对，哦，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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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其实台台有刷船。啊不，哦，这叫 boat wash in the wet。对 ，OK。像这个有那个图案，然后虽然这样水流到海里都不会污染海洋，但是环保，环保的清洁这个非常的重要，这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洗洁精啊，用太过多的时候呢，流到地下道，然后再流到那个水里面。会造成很大的污染，像这个自然混浊。哎，好香哎！对对对，它还有那清香的。看着蓝天大海，然后洗着船，这是什么形容 ？OK 的。我发觉他们洗船的工人也是不简单的，真的够累的。
好，小台。报告船长，任务完成。任务完成。我们把那个船呢刷了一遍，但是老实讲，我到刷到半船的时候就已经晕了。就晕了。啊，我晕船哎。开始的时候没有事，但是我一进到船舱以后，就开始晕了。你今天刚好是天气风浪比较大，比较大，所以如果先从适应期开始，对对对对对，如果像这种天气这么平的话，就不会晕了。好，今天洗船任务卸船了，太棒了。副总，耶，报告，我今天的这个体验呢，打蜡，然后有装那个引擎，然后也有去洗船。对，你觉得我像这样的一个年轻人，可不可以加入造船这个行业？当然可以啊，这么赞，这么优秀，表现这么……太好了。副总已经可以说是对于我的赞誉无法用言语形容，是我非常的了解这个感觉。对，所以我想问一下副总，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，你在一个鼓励年轻人的这个立场上，如果他表现得很好，然后他在放假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坐你们的船？带着他的朋友，一起出去拉古拉古玩一下。好，那没有没有，那个，对不起，我觉得如果是不行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关系，我会好好的做好我本分的工作。但是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有没有可能让一个年轻人，就是在他表现很好的时候，跟他的同伴一起开着你们的船一起出去旅游一天，有可能吗？如果不行的话，其实也没关系，这有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哦耶！因为他有运动的关系，所以他的身体能量就差不多停留在40。你可快不要走。请问，我跟宪哥比起来，谁看起来比较老？差不多啊。差不多是一定要比较，到底谁？要讲真的。要讲真的。他的鱼尾纹大片啊。好，然后呢？谁比较看起来比较老？你呀、啊。好，我认了。那我跟顺哥看起来，那我跟郭哥看起来是一样的。那我跟彭恰恰，你还知道彭恰恰这个人吗？我知道彭恰恰比刚刚那个人。对，我们刚刚这样聊天，这样聊得来吗？可以啊，我们聊得来的。可以啊，喂，我们聊得来，可以。他昨天跟我讲说，他跟那个任何人卖彩券，他也可以聊得来。